Hello， 我是 SB 台湾的 Sugar， 今天是我们全新的企划，是一个十万感谢祭哦，是一个很特别的影片拍摄。我们六点半就集合了，那今天的来宾是吴医师。嗨 ，Hello， 我们这一次要拍的这个，我们跟食物有关的一个节目，我们要去的是新竹哥巴伦露营区。吴医师今天要带来的菜色是什么？本来是炖牛肉无水番茄炖牛肉，后来因为好像很多人不吃牛肉，所以改成无水番茄咖喱鸡。然后今天还有第二个嘉宾是何立安何老师何博士，那他另外一台车等一下也会出发，那他会准备其他的菜色，我们就拭目以待。然后刚刚吴医师也说，就是最后要问一下，为什么不能在办公室里？就是录节目就好，为什么要找这个麻烦？我们也是，对这个计划，老实说，是我们 SPD 频道开频道到现在，除了出国地狱之外，在国内最难的一次拍摄，真的很硬。下一次我们不要这么硬，我们就软一点，是不是？软一点。我们找个厨房啦，好不好？学那个美食的那个 YouTuber， 在厨房里面开心煮饭就好了。我相信会比较 chill。对啊，这一次是十万感谢祭，所以我们真心感谢。真心感谢你的按赞、分享、订阅是我们最大的支持，好不好？希望大家我们往200,000订阅前进。啊，吴医师，我还欠你两集，还没有剪，还没剪，不好意思。但是我们也开了 podcast 节目，就叫做 Sugar Chill Chill 的。那我们就在往新竹的路上，要开一个多小时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稍后见。哥巴伦露营区有很漂亮的森林。请多笑，我们有尽量 Q 吴医生要笑，不用拍到脸就不用笑。你是有那么不爱笑吗？我们刚一路上来就说，这个地点太酷了吧，我就越开越觉得怀疑。哇，怎么跑这么远？我绝对不会来。吴医师，你要分多近一下？不知道，我宁愿去健身房伸腿。对对对，没错。你30年第一次，对对对，在野外比赛，对，那大概有隔那么久了。处女秀，就是有一卡，等一下会拍是，你有办法直接捏？对，就是人家是用刀切，你是用手捏泡的。对，你要核桃我也可以。对，捏爆蒜头，捏爆丢这里。行。感觉很棒。肉我大感觉，我是贴的。满意的表情。觉得不错。我去。现在我们都会用手了。对啊。我把刀切坏了。对，等热一点，老师，你先帮我推开，我们会剪接到它融化的那个过程。我很热啊。好。他真蛮屌哎，怪兽的。然后盖子就掉下来了。我们家的厨房外面是玻璃。哦，这个是，奶油，等一下要奶油已经全部融掉了。对，太热了。可能要解冻。不行，我明天开始台北，今年不离开台北市。我们要离开没有身份的地方。
下大雨了，我们刚好拍完这个镜头，下起倾盆大雨。我们刚刚就中断录影，然后把所有东西都收起来，然后现在全身湿哒哒，对，从头湿到尾。OK， 这就是我们十万感谢祭的影片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下一次我们就等200,000订阅，我们才会这么搞纲的出来拍这么辛苦的影片了。好吧，那我们下次见。